22日，段奕宏更新微博称1994年遇到你我他他们，2018你我他他们摸着腿说珍贵的我们都好好的，并晒出一组照片，照片为中戏94班的同学聚会，段奕宏、小桃红等老同学在聚首，认识超过20年的他们感叹时光飞逝，还调侃的纷纷摸小桃红的腿，表示情谊深厚。段奕宏、